狄仁杰怎么死的？狄仁杰字怀英，是唐朝武周时期政治家，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福尔摩斯。早年狄仁杰任职大理寺寺丞期间，他将一年积压的案件全部处理，无一冤诉。武则天称帝时期，狄仁杰直言进谏，推举忠良能臣，深得武皇的信任。公元700年，狄仁杰进拜内史，武则天还赐其当朝独一份的宅邸。同年9月，狄仁杰因病去世，终年71岁。武则天知晓后悲痛万分，废朝3日，追赠他文昌右相，赐谥号为文惠。狄仁杰一生为人正直，敢于进谏，对武则天时期的弊政多所匡正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